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18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算是放大改模的一个玩具。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本身内容东西是挺丰富的，它是使用了 MMC 的 Orion Pax 吧，然后呢这款是 MMC 的版本。其实这款我在我身边已经很久了，这是也是同个朋友红法哥呢借给我的，我已经借给我应该有半年多了吧，我一直没有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做分享。那今天这是另外一个同号啊，任燕哥呢今天带来我家跟我一起分享的，那我想到就一起把它给做了吧啊，那一同把这个玩具给拍了啊，非常轻松的把它给聊完。首先我先讲一下这款台币定价是1400块钱啊，CP 值是高到吓人的，但是它毕竟剽窃了 MMC 的一个设计啊。做一些简单的小对比啊，首先它的这一款的话 MMC 的版本，它的配色有一点消光磨砂的手感，其实摸起来感觉非常的舒服啊。那这一款的话呢，则是有一种韩国变形机器的那种手感，就是 Turbo 吧，对不对？就塑胶很硬啊，然后很厚的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手感。那它的武器配置，各位看到它的 MMC 的炮在这里，它的话呢只是变形之后塞在侧边。那烟囱的话呢 ，MMC 的版本呢是这样子，是两侧有两个粗的一个造型，然后无法做一个替换。这一款的话呢，则是可以透过这个部件的转换啊，你看我故意两边把它装的不太一样，对不对？这个 L 型你可以放在后面，那你透过转动这一块部件可以来实现一个转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稍微拔下来，各位看一下。你如果把这个地方推移之后呢，你就可以做左边右边的一个装置，比方说我们把它转到这一侧啊，因为你为了能够把它放下来，你必须推动这块部件，好，这样子就行了。它这个炮是可以做一个变形转换的，那这个炮的一个造型是很漂亮啊，而且还有一个透明的部件，侧边这个部分将它给扣上。然后它这个黑色的，明明你是黑色啊，黑色的凸，但是对这个印第安人好像也是有点松啊，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武器它上方的话呢，多了这个两把，就是电锯啊。它的一个说明书上面写的是一个是就是电锯的英文。那它的一个臂炮在这里，而原本 MNC 的臂炮是在侧边，所以这个武器的配置是不一样的。还有它多了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发光，看看啊。那由于它的人物的胸口里头装了发光装置之后，所以它原本人物胸口里头有那个领导模块，在这个玩具身上的话就没有那个领导模块了啊。那车子的滚动性的话呢，还可以。啊，基本上变形到位的话呢，能够全部推动到。那 MMC 的版本的话呢，是感觉是更加的舒服一些。那我们重点着重还是放在这一款吧啊，这个刚刚提过了，发光装置在这里，按下去它会发光啊，但是这个光打得太强了，各位看得不是很清楚啊。然后透明的一个车窗，那么它的身上的一个流线型啊，基本上就是非常还原到它这个一个设计的一个概念了啊。那后方就是没有车尾灯啊，不过原本的一个模具好像本来也就没有。那分色的话呢，由于这里多了一个灰色部件，反而立体感会稍微强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吧啊，以这个 CP 值来说，这个是一个很灵魂拷问的问题啊。我会个人是会觉得这一款的话是比较划算的啊。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玩具的变形过程啊。这些配件的话呢，可以先把它给取下来。那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我习惯先从腿部呢先做一个打开，然后呢上方这个部件的话呢，把它给做一个打开，因为它这里呢两侧是锁扣锁在上面的啊，把它整个给打开，这里啊直接滑下来好像也可以啊。滑下来之后的话呢，我的建议吧，先把这整个上面给打开，腿的话呢直接可以往下整个给拉出来。拉出来之后的话呢，把这两侧的这个部件给打开，从中间给打开。打开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部件比较长啊，我觉得还是用那个道具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这个脚是放下来，然后有一个双动关节戳到后面去，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再来是这一块部件特别留意啊，这里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梯形的这个扣子，它要扣进这里啊。我这边的话呢，是无论如何我都是建议各位呢先把这个两个东西呢给夹进去啊，这里两侧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要利用一下这个把它给夹，这里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呢中间这个地方顺便都把它给合起来。整个合起来之后的话呢，正常来说啊，这一片本来是一个双动关节，它是凸起来的，它本来是这样子凸起来的，现在会整个折进去一格啊。那这个东西扣上去之后，这里就会有一个
抑压感的一个效果啊，这个设计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然后这边这块部件的话呢，在 MNC 版本是可以上下推的，这一款我推不动啊，很紧啊，不知道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OK， 好，扣进去了啊，然后这个地方把它给顺势的给压进去啊，这边的话呢，哎，也完成了这个抑压的一个联动啊，脚的话呢可以推后去，然后呢这个裙甲呢这里两片把它给放置下来。放置下来，然后呢记得做一个腰身的一个旋转啊，这个玩具的话呢是有腰身的旋转的，然后两个胳膊的话呢可以打开啊，这里这个地方也可以打开，轮胎先打开，轮胎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把先把整个放下来啊，然后呢这个手臂的话呢就直接的往两侧掰过来，掰到最前方了啊，掰到最前方，然后呢这个部件这里啊有个部件往内折，先推过来，我按到开关了，你的眼睛都亮起来了啊！这里开关先把它的电源给关掉吧啊！这个地方推过来，到这边。好，我把镜头移动一下啊。这里的话呢，这一片部件待会就是往下面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里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圆圈的一个凸，它要扣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去扣它，那就是旋转这里的多重关节啊。你只需要啊，无论如何你就是把它给转到上方去，这里这个地方。这里啊你要躲开这里这个地方，你要转到转正之后啊，这里有一个凸，你要躲过它，然后往上面转上来，到这边的话呢就会刚好这个红色的这个凸跟红色的凹就会刚好可以合到。好，另外一侧的话这个地方就把它给往下放，这边这样子就扣上了啊。好，两侧一样按下去，各位可以看一下它最后转轴的方向是这样啊，扣上去还是有一点往斜一点点角度的。那最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胳膊的话呢给手臂给伸直放下来，那这里有一片部件呢，这个部件啊是要把它旋转180度，这个玩具的话非常的紧，这个部分非常的紧，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我记得是看你是要放进来吗还是怎么样，这个我有点不太记得啊，反正你就知道这里这个部件是可以变形的，这个地方往后面推，这个是属于 MMC 的模具是没有这一块部件的，手臂就伸出来，然后这个一样转动180度、哦、超紧的啊。好，然后胳膊的话呢这个拳头把它给转正，我们来看到它的机器人的形态，我先跟 MMC 的版本做个对比，即便是这一次的玩具呢我们蹲下来高度也跟 MMC 的玩具站起来差不多啊，所以它的放大的体型是非常多的，那么有一些小小的一个零件的改换啊。首先的话呢这个胸口 MMC 的这个胸口的话是可以打开的，那 MMC 的胸口打开之后呢里面是有一个领导模块的，这个领导模块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啊，那我就不取出来了啊，它这个配件的话应该就是跟领导模块可以做一个组合的，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款 HR01 的话呢就因为有了一个发光装置的关系就没有那个领导模块了，那我个人觉得吧，这个以我的话呢我就觉得发光装置可能比较有趣了啊，那其他的话呢就是这一块部件呢有做一个小改模，那这个直接升高的话呢我们给各位啊做一个升高的彻底的一个对比好了，把它完全站直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这两者的升高啊差异是非常的大的啊，然后各位应该从画面里头吧应该也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个塑胶啊是非常厚非常扎实的啊，这个把玩起来的手感的话呢是不错，但是呢因为体型的大小吧啊，其实 MMC 的这个大小尺寸我觉得反而是比较适合把玩的，那我们今天这个 HR01 的话我自己觉得吧可能觉得它有一点大是不是，然后它的手臂啊它的手臂的这个位置这一块部件好像两侧是同样的一个造型，这个螺丝孔在这一侧，然后这个的话螺丝孔啊就跑到这一侧，所以它好像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模具来使用的样子，那其他的不同就是配色的啊，各位可以看到以质感来说我可能还是觉得 MMC 的质感看来会比较好，当然还有一个改的很大就是头雕，头雕两个可以说是变化非常的多，而网络上的评价来讲 HR 的头雕要好看的非常的多啊，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头雕的比例这个眼睛的比例我觉得是比较正确的啊，这一款的话呢 MMC 的这个头雕我觉得眼睛是不是太小口罩太长了啊，这两者你说这个我想新版不对新版就是 HR 这个版本可能是比较优秀的，那它还有一些小配件我给各位讲一下，它的这个原本在腿上这个烟囱啊
在 MMC 的模具的话是在这里，不能拔下来。它这个我看这个合绘的话好像可以拆下来，这里是有一个球冠啊，这个球冠应该是可以把它扣在侧边，让这个人物的话有一个烟囱在侧边的感觉。但是我塞了半天之后，我发现我塞不进去啊，对不起，我可能尺寸太大了啊，这个洞并不适合我，我扣不进去，所以我只好安分一点啊，我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啊，放到我的放到我的腿旁边去好了。那它的武器的话呢，这个枪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它的握柄啊，这样子弄起来，它两侧多了这个造型，这个我是不知道是致敬漫画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比较像电影里头的电影系的 OP， 它这个侧边是有一块的这个零件在这里的，所以这个枪的话呢，如果我们对着镜头举的话，然后就有一个像是电影系第二集的 OP 朝着那个就开枪的那个感觉。那配件的话也是，武器的话也是比较不一样，我们可以把它给取下来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拿下来之后啊，这个兵器是可以从这个地方把它分解掉的，分解掉之后啊，这个部分手臂炮可以放在这里，然后的话呢，它的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也是有一个黑色的凸，这个黑色的凸的话呢，可以扣在侧边这里啊，也是有一个类似于是一个电锯的效果，你还是可以把它全部的搭载上去的啊。那所多出来的配件的话呢，就是这些武器了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就给各位稍微的啊，就是稍微简单的展示一下它的可动好了。它的可动算是这款玩具一个很大的卖点了啊。头前后左右看是没有问题的，手臂的话呢，360度转动啊，转动的时候有一点点齿轮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嘎嘎作响。手臂的平举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的话呢，二头肌转动，在这个地方可以转动手肘。好，用这只手来示范好了，可以弯超过于90度啊，所以做一个捶胸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啊。手掌的话呢，还有一个往上面摊开的感觉，手指的话呢，不能够往外张开，但是基本上前后动没有问题啊，有一个类似手掌可以往上翻，但是不能翻到90度，但是这样子也已经非常的多了啊。那腰身可以转动，然后呢，这里拉出来一点之后呢，可以往下面看，甚至的往斜上发射，像往斜上开枪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脚的话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多了一簇的一个关节，这地方可以把它往下面滑下来，所以它脚的话呢，可以踢得更高一些。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你这个裙甲的位置啊，你可能必须稍微移动一下啊，这个裙甲的位置你可能要稍微拉起来，把这个裙甲你可能要往上推啊，然后呢才能够踢得更高一些啊。总而言之的话呢，是透过一些借位啊什么的话，可以实现一些比较好的可动。那后面这个裙甲的话是，我记得是可以再调整一下啊，好，再调高一点，这样一来可以再提高一点啊，就不是了。那这里有一个大家都这个刚刚提过了，一个联动的一个装置，膝盖的护具都会跟着动啊。那脚踝的可动的话倒是比较普通啊，受限的造型稍微有一点点大。那么总而言之吧，言而总之，这个的话呢，就是以单看价位来说啊，没有什么道德约束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款 CP 值非常高的玩具。但整体来说，它的质感就是给人感觉吧，就是有一种讲难听点，就是一种山寨货的感觉，这种塑胶的感觉。那你往好处讲，就有点像现在我说的这种韩国的那种变形机器人的一个样子。那 MNC 的小而且比较有质感，但是呢，如果你端看头雕的话，这一次这个 HR 的版本的话呢，是比较领先的。那你喜欢哪一个，这个很难说啊，这个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算是轻松的跟大家分享这款玩具，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